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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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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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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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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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
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